阿姨，请问厕所在哪？你问男厕还是女厕？废话，我肯定问男厕啊。男厕啊，在女厕所旁边。那女厕呢？你一个大小伙，你问女厕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是不想进女厕所？肯定不干什么好事，变态。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。中年夫妻的纯友谊。师哥，要娘们吗？咱俩不都拜把子吗？你赶紧给我出去。哎呀，你看我都这么主动了，你就要了呗。再说是免费的。免费我就更不要了，便宜没好货，不知道啊。给你200块钱，道歉都行了。不是有钱了不起啊？我就看不起你们这帮发户。嗯、那给你2000，拿着钱赶紧回屋睡觉去。我操，算你狠。哎，你等会儿。想明白了。给我灯关。大傻。这漂亮啊，如果要是能当我老婆的话，我把我身上的肋骨打断给她熬汤喝，我操，太漂亮了。哇，这个小姐姐好好看，我们去搭讪一下。哎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如果我猜对了你的姓，你能告诉我你的微信吗？你是女性。猜错了，宝贝。猜错了，宝贝。这是弟弟们喜欢的御姐范吗？Feel this.
世界那么美，不想就是你的美，勉强相爱我会觉得更累，如果真的不爱我，我别让泪流下来。小妹妹送我的拉面，没看过就让他看咯，我穿上就让人家看的呀。洗澡啊，200。你这过分了啊，300。你行啊你啊啊，你自己忘带袜子，你叫我回去了，你现在还要扣我工资啊？忘了忘了，这不是要做做样子吗？你这才问你300。哦，心与你相爱，余生为你而来。爱坦尼兄弟让他来做男的测试。问一开始戴的手链是什么颜色？坚果手要拖拉机吗？